是我破坏你的婚礼，但是你能不能公平一点，想想我的苦衷？难道我为你承受这一切委屈，一点都换不到你对我的原谅吗？当年一件事情是你爸爸，是院长他逼我的，可是你后来却因为这件事情坚持跟我离婚，你知道我的心有多痛吗？嘉凯。 我很想你，我真的很想你。我知道你会原谅我的。我之所以隐瞒不说，就是因为我不希望破坏你们父子俩之间的感情。嘉凯，所以你现在都明白了吗？我所做的这一切，全都是为了你。 这样，我不想再听到你说这样的话。天心不是把真相都告诉你了吗？你不要再说谎了，可以吗？天心可以作证啊，当初院长怎么逼我的，他在场他都看见了。不要在我看来这种卑鄙又心机的样子。你懂得 如何 去打造一个成功的戏剧，但这并不代表你要把你人生继承一部戏。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懂。Kelly。 你不用再骗我了，我知道，在院长逼你之前，你就已经动了手术，放弃了我们的孩子。天心会离家出走，是因为她亲眼目睹院长逼你去做手术。为了你，她不惜和自己的父亲翻脸，直到今天她还不愿意回家。 天心，天心，来，我们回家吧。啊！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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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好可怜，那你去救他，去救他了。从那天起，他就一直隐藏着这个让他痛苦不堪的秘密，但他都不知道。 所崇拜的 Kelly 姐彻底的欺骗了他和院长，因为在你发现产检问题的隔天，就瞒着我做了决定。我去看一下刚做完人工流产手术的那位杨小姐，麻药退了没有？
小姐，请问1901病房在哪里？在那边。谢谢。好客气，好客气。哎，嘉凯，嘉凯这边呢、啊，快点过来！别看学姐儿子超可爱的。原来你早就知道了。那你为什么不干脆说破？我知道，你恨我这么做，所以你要用这件事情来折磨我，对不对？你选择不告诉我，因为那是你埋藏在心里最黑暗的秘密。你曾经是我发誓要保护一辈子的人，我怎么可能揭你的伤疤呢 ？Kelly， 这一路上。你利用了，你操作了所有真心相信你、真心爱你的人，你不觉得你这样很可悲吗？让院长继续替你担这罪名，让天心继续的心疼你，让你沉溺在你自己编造的谎言中，继续扮演那楚楚可怜的受害者。我曾经试图的要原谅你，甚至想要配合你去欺骗全世界，包括我的家人。直到我发现，比起我对你的爱，真正能够让你得到安全感的，是你那自欺欺人的生活方式。也许有天你会忘记，忘了怎么呼吸，但请你别忘了我很爱你。我会更努力为了你，你也要努力爱自己。少了你的梦中飞行，我会很不甘心，从今以后什么都别担心，现在换我找着你。好像从没有真的陪你聊天过，虽然你总是想跟我聊些什么，如果来不及换你同等的感动，如果还能为你做些什么，请你听我说，曾经伤害你 I'm sorry。 杨凯丽，听说有人要收养你。对啊，他们就快来了，我马上就有爸爸妈妈了。他们收养你是不是因为你会弹钢琴？那你也教我好不好？好啊，你坐这边。请你别忘了我很爱你。
要学会怎么说谎，怎么演戏博取同情，你就会爱我，我就会得到幸福。那你现在幸福吗？上有句话说，你们要战战兢兢去成就自己的救赎。凯莉，只有你自己知道怎么样做才是对的。为了你爱的人，更为了你自己，我祝福你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请原谅我好不好？对不起。Get out of my face！ Boss， 真的很对不起。一开始我也只希望公司业务推展能够更顺利，所以才私自动用您和院长的关系。可是到了后来，后来一次两次就得寸进尺了是吗 ？Boss， 我知道我错了，对不起，把我的公司，把我的人生也搞砸了。你给我滚！Boss， 时辰我已经放在你桌上了。我叫你滚，听到没有 ？Boss， 你不要打了，不要再打了，你听我说。Boss， 我知道我搞砸你的人生，也辜负你对我的信任。Boss， 你要打，你等我说完再打。我有件事，我一定要告诉你。我说完了，我立刻离开你，永远让你看不到我 ，OK？ 我那天去偷掉王克杰的病历那天，我看见小香，就在你们结婚前不久，我看见小香她惨白的脸从院长室里头走出来，我就这样，你还说 ，Boss， 你不要再打了，你不要再打了。我就是因为觉得自己错了要补偿你，所以我又去了一次医院，了解一下小香她的病历。你说什么小香的病历 ？Boss， 我想你可能不知道，小香她之所以会离开你的真正原因，是跟她身体有关。你还记不记得上次立伟夫人绑架事件，她拿那一把刀刺向小香，让小香她什么？你快说！小香她成了重大伤残，那一把刀刺向她的子宫，造成她的子宫受损，恐怕终身不育。身边的事，你们这么久，
真的抱歉。你呀，还有你呀，你们两个发生这么大的事情也不跟我们两个讲啊，只有把我当大哥，把他当大嫂子。对不起。没事没事啦，你大哥是担心你跟小香啦，所以讲话重了一点，大声一点，不待机啦。哎，今天来是有东西要给你们啦，这个旅游券哦，是我跟你大哥之前啊，想说要买给你跟家。有什么不敢说的？这个旅游券本来是我跟你大嫂哈要送给你跟嘉凯的蜜月旅行的礼物啦，可是现在快要过期啦，又不能退，啊浪费也不好啊。趁这个机会，小香你就带小杰好好去散散心，这几天呢多多就交给大嫂照顾，好好去玩。谢谢大哥大嫂，我们会去好好散散心的。哎，你们两个哈。王克勤，以后好好对我妹哈，不要再搞这种事了哈。什么啦？啊，不是还有手机？啊，丢了手机。这个手机哦，是阿布啊出发前特别说要买给豆豆的。豆豆那么小，用不到手机了。啊，没有啦，阿布说啊，他去旅游的时候会想念豆豆啊，所以就叫我们要叫豆豆拍照，然后拍好之后呢，啊再传给阿布，阿布这样就不会太想念豆豆了。有啦，阿布啊，在走的时候哦，说他有话要跟你讲，又怕碰不到你，就叫我帮他拍了。你看拍的怎么样？影片档，影片档。哎，曾小香，我哦，再给你做一个很好很好的示范哦。我跟你说啦，在这边难过哦，不如到别的地方去难过嘛。一天哦，才多长的时间，对不对？啊，哭一哭哦，就好了啦。但是我觉得哦，笑比哭哦还要好用哦，所以啊，我们要开心一点，因为快乐哦是自己找的，别人不会给你的啦。你要学妈妈一样哦。我跟你说，我现在哦要去 happy 的哦啊，所以哦，你的心情哦也要 happy happy 哦。我走了，拜拜。开心一点啦。好，拍的还可以啊。小香她之所以会离开你的真正原因是跟她身体有关，那一把刀刺向她子宫，造成她子宫受损，恐怕终身不育。东西都准备好了吧？照相机一定要带哦。带了。来，这是你大嫂帮你上网看的一些资料，到了那边就到游客资讯中心就可以了。还有我跟你讲，难得出去玩啊，就要大玩特玩，忘记这些乱七八糟乌烟瘴气的事，知道吗？知道了。好，柯姐啊，这几天气象局说会下雨啊，你雨伞放进去了没？有，我都准备好了。好，那个啊，最重要的就是那边的特产啊，帮你这个大嫂还有妈妈多带一些回来。知道吗？谢谢了。最近那么辛苦，对不对？多多，我今天就带回阿妈家了，不要担心哈。拜拜，拜拜哦，好好玩呐，拜拜，好好玩哦，放轻松哦，要开心开心哦。好啦，等你生完我也带你去玩啦。可不可以不要在国内？我要去拉斯维加斯。你多大的走，不要想太多。好，走了。我到底做了什么？我为什么会对他做出那么残忍的事？他是小香，那个只会忍让、只想让人幸福的郑小香。我真的是疯了，失去了理智，对自己心爱人，我竟然这么残忍！
手上，在墙上，手上开门。怎么去拥有一道彩虹？你拨的电话未开机。小香，开门了，小香。天上的星星，小地上的人，总是不能懂，不能觉得足够。当一阵风吹来，风筝飞上天。小香，你肚子饿了吧？我看时间也差不多了，大概跟我们旅游资料上面写说，前面有一家海产店，东西很好吃，先吃饭吧。记得我们之前有养过鱼吗？当然记得啊，那时候我们去水族馆买回来的两条鱼。可是很奇怪，我明明记得那时候老板跟我说是两只公的鱼，但是我们带回来养之后，却生出一大堆小鱼。怎么了？原来是你跟多多两人在搞鬼啊！你们打破鱼缸，弄死了两条鱼，还跑去买一对情侣鱼回来，会不会太奸诈了？多多说那是你最喜欢的宠物啊，所以他坚持不肯告诉你嘛。不过我们换了新的鱼缸，你鱼都变性了，哎，你真的没有发现哦？所以你们两个就省得麻烦，就干脆不说了。你知道吗？听说鱼的记忆啊，只有七秒钟，所以他们经过了彼此，游过身边，打过招呼的伙伴，却在七秒后就完全不记得。真的是这样吗？我跟多多说过，回忆是魔法。如果连记忆都不存在，那是不是就可以跟他们一样，活得自由自在了？怎么会是你来接多多？小香呢？我等了他一个晚上。嘉凯，不可以这样呢，这种话不能乱讲呢。是大嫂，连你也不知道，家里没有任何人知道吗？所以小强他瞒了我们所有人，他一定很伤心。大嫂，小强现在人在哪里？他不接我电话，家里又没有人，我必须要马上见到他，因为他坚持离开我。我完全失去理智，丧心病狂，说了很多，真的该下地狱。他跟小杰去度假了。去度假？我们有
人清醒，也不是那么聪明，总爱得非常努力，却往往伤得不轻。一个人漂流不定，不懂看寻常风景，直到遇见了你，我才喜欢自己。不再讨好谁的心，不再刻意去证明，不再让欲望淹没了真心。怎么了？我们不曾最美丽，也不曾奢望奇迹。不要太美丽，要平凡相依。不要太美丽，要平凡相依。好多摊位哦！哎，棉花糖哎，你要吃吗？老板，一支棉花糖。好。人生难免有一些未曾完成的事情，有一天。王子，这是什么玩具啊？多多有吃过棉花糖吗？这位老兄哦，他可以很神奇的变出很多棉花糖。哇！小香，我让你吃太多苦了。我希望以后不管怎么样，我们的生活都可以像这支棉花糖一样，是甜蜜。也不曾奢望奇迹，不要太美丽，要平凡相依。我不再讨好谁的心，不再刻意去证明，有你陪着我。小香，你怎么了？小香，你有什么话就说出来，不要再让自己忍耐，好不好？小香，我怎么都吃不出甜味呢？我的生活，未来还有可能吃出甜味吗？好苦哦！我每一次以为幸福就在我身边了，怎么下一秒钟它就破碎了？好像从你跟我求婚的那一天开始，我就一直在跟我的幸福擦身而过。小香，到底要怎么样才可以让你从这些伤痕中重新站起来？对不起哦，我一时控制不住我的情绪，所以没关系，小夏，我希望你在我面前能够坦率地表达出你真正的想法，就像以前一样。我们之间是透明的，没有隔阂的。我们一起努力，回到那段最快乐的时光，好吗？你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不要让我担心啊。我知道。我们一起加油。你先去前面逛一逛吧，我去上个洗手间。嗯，待会见。累的时候，让你的青鸟带你躲到云上休息一下，不要太勉强，告诉自己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谢谢郑伯指引我的青鸟来到小香身边。这一次，我绝对不会再让幸福溜走。爸，你不是说会让青鸟带来幸福吗？我的幸福到底在哪里？是我曾经握在手里，让它溜走了，还是其实我从来就没有拥有过？如果你是幸福的使者，那就快点帮我找到郑小香吧。知道一切了，我不会再放你走的。我好累啊，我一直想要抓紧的，却从来都没有如愿过。醒醒！小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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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小香，小香，你醒醒啊！小香，撑住，赶快就到。你要撑住啊！小香，小香，你怎么？任家凯，你为什么会在这里？你对小香做了什么？让开！小香，小香，我在这，没事，我送你去医院。把他放下来，任家凯！让开！小香，让开！放他下来，小香！任家凯，你到底想对小香做什么？我已经知道他为什么会离开我。我不会让他走的，任家凯，凭什么？小香她今天已经做出选择，她说她不想成为你的包袱，也不想你和她的关系，是因为愧疚捆绑。如果你今天站在小香立场想一想，你就不会做出这么自私、这么霸道的行为。用不着你教我怎么做，我并不是你，我根本就不相信什么百分之百幸福，这里不是童话世界。如果没有眼泪。没有疲惫，没有牵挂，没有失败，没有他的伤痕累累，他就不会是那个懂我、那个值得我深爱的女人。所以告诉你最后一次，不会放他走的。
郑小香，都说爱情会让人变笨，而我竟然笨到没有发现你藏了这么多的秘密，背着这么多的痛苦。恭喜你郑小香，你成功把精明的任家凯变成一个又傻又蠢的大笨蛋。是青鸟啊，小香，你忘记了，青鸟会带给你幸福。小香，你要勇敢一点，重新爬到它的背上，幸福在等着你哦。青鸟和爸爸的真心会载着你找寻到幸福。小香，你终于醒了，你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啊？啊？头有没有痛？有没有晕晕的感觉？啊？你别就看着我，你说话啊！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啊？我已经知道一切了，那次的刺伤。造成你永久的伤害，你隐瞒了我，也隐瞒了所有人。如果那是你，你郑小香是体贴，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我们把事情说清楚。郑小香，你对我的信心就只有那么一点点吗？你没有一个人受委屈，也不愿意把事情告诉我。我已经决定了，我想要重新。你没有资格做决定，你。当一阵风吹来，风筝飞上天空。你刚说什么？我郑小香，想要跟你任家凯在一起。终于，你身影消失在人海尽头，才发现笑着哭。嘉凯，哇！你怎么了？我是不是说错什么了？你该说什么？再说一次。我说，我想要跟你在一起，除非你不想。你以为你有选择吗？我不再让你走了。不会叫你到另外一个男人身边，绝对不会让你走，你知道吗？啊啊啊！你怎么了？你受伤了是不是？在哪里？痛不痛？哇啊！痛，当然痛。这因为看太开心都忘记了。对不起。一定很痛的，不对？哇，痛到我想骂脏话。那你给我在这乖乖待着。You, oh, sorry.
You 真是我的 troublemaker。从第一次也被病毒感染，然后后来被刺伤，现在又从山上摔下来，你知不知道 我追你追到我骨头都快散了？拜托你，可不可以不要再绕跑了？那你干嘛要一直追着我跑？你不累吗？累啊，我当然累。因为你不相信我，所以我才累。因为我们中间永远隔着个秘密，所以我才特别累。可是我再也不能帮你生小孩了。你自己要想清楚。你管我有没有想清楚？想太多只会把事情变得更复杂而已。这么久以来，难道你还不明白我的心意吗？我对你，你不要说了，我都知道，我都知道，你不要再说了。不行不行，好痛，我需要止痛剂。我去哪里找止痛剂给你啊？你手机给我。痛痛痛痛，我需要止痛剂，止痛剂。嗷嗷。痛了，舒服多了。干嘛？喂，我告诉你，远水救不了近火。你看这附近没有别人，只有你一个，所以你要帮我，你要帮我，帮我转移注意力，帮我止痛，好不好？啊？嗷！嗷！止痛剂，止痛剂，痛痛。小香牌止痛剂果然有效。好了，我好想你，你知道吗？巧，我也好想你。快不哭了，好不好？嗯，不哭了。等明年情人节那天，谁在这天？